主料，鲫鱼900克，辅料，葱、姜、蒜、生抽、料酒、盐、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鲫鱼满是叫人杀好，回来自己再清洗下，刮干净肚子里面的黑膜，在鱼身上划几刀，在鱼身上和内抹上少许盐、葱姜蒜，切好备用。在鱼肚上放上些葱姜蒜，其实的葱姜蒜鱼的上面，在上面浇少许生抽和鸡精，锅里放清水，把鱼放上去蒸10分钟左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鱼肚皮里的黑膜要刮干净，要不然会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